没有啦，在牌王牌防守强度比较高一点，没错。但是你说打不了吗？靠腰，我硫酸得二十几分呢、欸，26分，跟我说打不了，好像也不太对。打是打得了。福田吉兆。これが王者の実力だ。啊。啊，老花型。再打两把差不多，再打两把我们运动吃饭，晚上打巅峰。哎、欸、干，我觉得我巅峰已经排不到了，认真讲。哎、欸、你们已经把精灵王打完了是不是？早就巅峰早就开了，国际服已经连两个赛季没有那个了吧？连国际服听说已经连两三个赛季没有那个了呢，没有巅峰赛了。我在猜啦，国际服可能在一两季就收了，我自己猜的啦，但我不知道。吊球咯 ，QQ 哦！哎，干、欸、他福田有特效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各位好帅哦！你有看到吗？这福田是有特效的、啊、哇！好帅啊！哇！这福田是有特效的、啊、哇哇哇哇哇！先不管他玩的烂还是玩的好，他妈有特效，我们这边就加分啊！为什么？因为有钱啊，代表我们迪娜又多了一份收入，那冠高就感谢您哦，又可以撑久一点。但你不要一直普投好不好？普投要怎么打啦？感谢6888，有哎、欸，这个虚晃灌篮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哦，好帅哦！干那么帅的吗？哇哦！有喂、欸，虚晃灌篮有转身高跑，哇，好帅好帅！哎、欸，看到这个我都想买福田特效，要不是我没福田，要不是我没福田，我就买啦。认真讲，哎、欸，好帅呀、啊！哇哦！哎、欸，很帅哎、欸，哇哦，很帅，很帅，很帅！有买福田的，真的帅，我觉得比那个阿神帅很多。认真说啊，这个特效值得。有哇，他每一下都会发光哎、欸，我认真说，这个比阿神的特效值得太多。那虚晃有够帅的，哎，有一说一，真的帅。哎呀，我操，有啊，有东西啊，兄弟。真地帅啊，有哎、欸，有货啊，这个人。你看他转身会有那个螺旋蓝色抢到篮板也那种光，哇哦，哇哦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酷哦、喔！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说福田出一大堆，他有特效，我觉得你值得出啊。现在不就是要秀你哇？特效被抓走了，抱歉呢。有哎、欸，这个福田有急流特效，我一定买。不管急流再烂，我都一定会买。但是福田我没那只角色，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很喜欢玩那只，所以就没有买啊。可是如果我有在玩福田，看到特效长这样，我会买哎、欸，我真的会买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帅啊，认真讲，有诚意啊，这特效做的有点东西。不是不是，我觉得操作都还好，操作没有特别顺，但是我觉得他那个特效太好看了。
你看那个转身会有带那个气流那种感觉，但不是可以超三次吗？哦，被盖锅也很帅。有欸有欸，可以啊，剪个精华好了，因为很多人可能没看过福田特效长什么样子。认真讲，我是真的觉得很帅啊。他是不是要用顺空接？哎呦！有欸，为什么可以超那么多次？因为如果你没有点的话，在一般那个上手之前，他可以按三下。是不是该让福田秀一下啊？没错。有欸有欸有欸。有欸有个新技能，认真说，福田特效有料，有料，有料，有料。那个手转身那些都会带着光哎、欸，真有，真是帅气。这场的重点，这场我会剪精华，让大家看一下福田特效长什么样子。我现在还没有那个，我现在还没有看过有人用过福田特效。那把应该剪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福田特效长什么样子，真的蛮好看的。再一把，再一把，再一把。OK， 这把打完就吃饭。快五点了，啪啪猫，拜拜，拜啦拜啦，好帅哦！干比那个什么神宗一郎那个帅多了，好不好？而且福田本来就是拿来打进攻的，所以他非常容易展现出那个特效的机会，就是手段、进攻手段什么的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